八月前你来上方，君明心明少年党，儿女还愿想当初最早守法难上方，儿女还愿难上方，当地啊，你这个歌唱啊，你喊着，抬头见高官，低头见贪官，就是何时见贪官，何时见清官，那个唱一下，把你的怨气唱出来，唱，好好唱。好，人都歇过来了。何时见清官？没办法，这是还是人家给我的。对了，哎呦，我到现在就穿的就是歌啊，就穿一件棉花衫，啥都没有。我抬头见的是高官，抬头见的是高官，低头见的是贪官，我不知何时才见到清官。我不说这个意思，我怎样怎样盼呀盼，等不到远亲的灯，一天天一年年，不知何时谈暴力，我是谈我们中国的冤，谈中国的人民的冤，因为没有人民哪来的政府，没有人民哪来的国家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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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方没有一个是人民官官的政府，都是被他们当官的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人民，为什么见不着？为什么情感都他永远会生活在这个土地上，人民不可
可能，对不对？威胁、勒索、敲诈政府，只有政府可以打破压榨和欺压和残杀人民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现在我们的党用这种语言来对付我们这些人民，我觉得他们是最可怜可悲的。他们到了一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就用这种语言来欺负我们人民。一个人民怎么可能敲诈政府？怎么可能威胁政府吗？对不对？不可能的。他们用这种谎言，对不对？除了什么法律？我们中国的法律最多，为什么法律是对中国老百姓实施？为什么对政权一级政府，包括一个县政府，他都不敢实施？为什么？有很多问题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悲哀。对，我们要听话的进入，要给他听。上课，上课，上课，进屋，进屋上课了。真的很可怕，都进屋。他妈把我们人民一个人民，都进屋了，都进屋了，上课。他可以威胁厕所跳到中国人。人的事情，把人气派人气，都进屋了，上课了，往屋里走。有事我找你。走啊走啊，往屋里进，上课了。团结以后，找一个人，说他们不再道理，没人性，没人理，知不知道？就这，太可怜可悲了。